兄弟们，两天没敢来找教练了啊！我操，完了！啊，没，我没躲教练，我鞋带开了，我系下鞋带。你这两天咋回事啊？我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，驾校你也不来，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没有教练，我故意躲着你干嘛呀？我。你答应我的事儿什么时候兑现呀？啥事儿啊？前两天不是答应好了跟我一块儿回家应付一下我爸妈吗？哦，这个事儿啊。你是不是不敢去呀、啊？我不是教练，我感觉太早了，有点太草率了，现在去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我不管啊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回去见我爸妈，我都跟我爸妈说好了。啊，行，我跟你回去也行，但是我帮你这忙之前，你先帮我一个忙。今天不是520吗？我朋友约我一块儿出去吃饭，他们都带着对象了。你说我一个人去多尴尬呀，当电灯泡。你这样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你今天当我一天女朋友，行吧？你答应我这个条件，我就跟你一块儿回家。行，可以是吧？你走吧。现在？啊，那你以为我来驾校干嘛？你小子是不是又套路我呢？没有，快走吧，走吧。兄弟，你快服了，找找泡个对象。哎，这小意思，这有啥了？你让他女朋友吃饭，坐那儿也不吃饭。哦，你吃。我那个饭量比较小，我吃。兄弟，啊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骗我了？那天看着咋想也不像两口子。这有啥好骗你的？这大过节的，真的。哎，教练，你过来，人家都说了，咱俩看着都不像男女朋友。那你说咋样算男女？这懂了吧？我跟你说你别想。不是你这啥意思呀？你别忘了你还有个忙需要我帮了。就这样啊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啊？不是。那个帮忙的事儿，你看，要不？啊？什么？给老公张嘴。谢谢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疼。